央姐，你为什么躲着我？只剩你一个人了，杨姐，搬过来和阿吉一起住吧。不行，我已经接受了坚信礼，是个东正教徒了，搬来住会给你们带来不祥的。你是为了救我才那么做的。你要走了吗？等着我，我会娶你的，等着我。别说傻话了，你是未来的韩。杨姐，难道你一定要我把话说明白吗？我知道你是谁，我配不上你。杨姐，这个护身符送给你。胡特男人来说再寻常不过了，在我与达士敦看来却是新鲜事儿，心里充满了自己也说不清的渴望。这有点像是一种成年礼，去主动迎接来自这个世界的挑战。尊敬的伯爵夫人，您知道吗？陛下他同意了我的想法和计划。哦，是吗？自从奥辛威尔兄弟离开陛下，您住进了皇宫，陛下一直以来思维活跃，
只有您能亲近他。遗憾的是，我也要离开皇宫，率领我的军队进发克里米亚。难道是到2000公里以外，战乱的南俄草原？哦，陛下能舍得让您走吗？不把苏丹人赶回罗德斯岛，我们都睡不好觉。这么说，他们表决接受了我的意志。是的，陛下，他们别无选择。别无选择，不心甘情愿吗？陛下，非常抱歉，我只能这样告诉您。这些腐朽可恶的元老们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心里的帝国有多大。他们知道您要派遣您的军事大臣跛将军去开辟俄罗斯的南方。告诉他们，我要统治大俄罗斯、小俄罗斯、白俄罗斯，以及周边东西北各方疆土，从芬兰湾直至达旦海峡。是的，康斯坦丁，扩大疆土，难道这一切不是为了俄罗斯吗？是的，我明白了。亲爱的米莎。哦，陛下，别再用那样的眼神看着我。我爱你。陛下，恕我直言，贵族老臣们对你的反对是与生俱来的。哦，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，亲爱的米莎。就算我现在真的按他们的要求做了，有一天他们还是会把我废掉。我知道他们这些人的听命实际上是表达对我的痛恨。您的智慧无人能比。玛莎，安德烈，我的好人，这么久没消息，我担心死你了。别担心，玛莎，我们的部队被哥萨克打散了。你看，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爸爸。哦，我的女儿啊，爸爸想死你了。玛莎嫂子，把你的吃的拿出来，把我们喂得胖胖的。好，妈，等着。最近有没有可疑人来过呀？因为沙皇盯我们盯得很紧呐。镇上倒没什么动静。黄昏时，店里来了两个陌生的年轻人。两个陌生的年轻人？
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别动，别动，老二，你们是什么人？这是什么？你们是蒙古人？是又怎么样？放开他们！放开！弟兄们，蒙古人可以是你们的敌人，也可以是你们的朋友，但是他绝不会做那个女人的走狗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我们是俄罗斯的穷人。好，我这就去办。省长大人，您亲自督察。郑和附近的贵族和农民引起骚乱，那些农民起来造反，杀死了许多的贵族，四处逃窜，我们可不能掉以轻心。是。省长大人，我看到了那个安德烈，他跟那个客栈女老板是。好了，斯捷班队长，带你的人去秘密的包围客栈，绝对不能放走一个叛乱分子。如果跑一个，那我就拿你试问。两位蒙古兄弟，我误会你们了。这位大哥，你们是俄罗斯人，可为什么要反对你们的沙皇？兄弟，叶卡捷琳娜是财主和贵族的沙皇，对于我们穷苦人来说，他只是个吸血鬼、刽子手。叶卡捷琳娜，他是谁？你们还不知道吧？他就是老沙皇前些年娶的那个日耳曼女人。不久前，她靠着几个情人的力量，推翻了丈夫彼得三世，给自己加冕成了俄罗斯的女皇。真的？那这个女人，这个女人野心大得很呐。她扩大战争，让我们交更多的税，把我们都赶上了战场，去给她当炮灰。我们活不下去了，就跟着我们的首领，义无反顾地起义造反了。是这样。可是我们图尔扈特的骑兵还在战场上。蒙古兄弟，你想想吧，你们是在为什么打仗，为谁打仗啊？那这么说的话，我们都是在为他而战，难道不是吗？这个狠毒的女人，用你们蒙古人的血给她扩展边疆，来满足她自己的贪欲。大马师傅，你干什么？弟兄们，撤！哑巴，哑巴师傅，你干什么？怎么回事啊？保佑我远在战场的儿子们平安吧，让一切罪孽和魔障远离他，保佑他吧，佛祖保佑他吧。何进，喝茶吧。莫巴西他们该是快到前线了吧？真替他们担心呢。担心担心，这是我们女人的命啊，担心也没有用。孩子，多吃点吧。不知道他们到了没有？听说俄南草原很乱。Thank you.
你怎么没睡？睡不着。你在想什么呢？想额济和杨金。你喜欢他。你在想什么呢？想额济和你。我就在你面前。哥，我要好好保护你。哥，真没想到俄罗斯的战线这么长。是啊，整个南俄罗斯都在打仗。走吧，该启程了。上路。俄罗斯忠诚的臣民们，现在我奉英明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陛下的命令，所有胆敢造反的暴民都将遭到最严厉的惩罚。你们现在就会亲眼看到他们的下场。仁慈的上帝保佑他们。愿你的灵魂在上帝的护佑下得到安息。阿们。我和达士顿默然进入小镇。一道旁的山坡上，安德烈和他的同伴雕像般的屹立着，他的同伙被绞死了。怎么，宫中有了新消息？哦，那就是您，尊敬的女王陛下，秘密地和您的米萨举行了婚礼。哦，您不该这样宣扬。还说您要有一次美妙绝伦的旅行，到俄罗斯的南方沿海，皇室的元老们都很吃惊。好了，您又在夸大其词了，我只是想去视察前线的战事。哦哦，女王陛下，您真是仁慈啊。事实本来就是这样，我就是想去看一看。您的舰队在前线捷报频传，在这个时候您去视察，哦，陛下，您可要慎重一些。我在皇宫里看不到前线惨重的伤亡。战场的厮杀比想象中的还要更加艰难与残酷。大批俄罗斯官兵死伤，让女皇不得不放缓进攻的脚步。她下令休战，并利用这个机会神不知鬼不觉地亲临战场，想弄明白那些土耳其人凭什么能用把弯刀就顶住俄罗斯大军的冲杀。你的到来不会有好消息的。叶卡捷琳娜女皇二世亲临战场，命我们休战。好啊，海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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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，俄方休战在哪儿？传令，俄军大本营的队伍正在停战休整。沃尔夫特军团很混乱，在受人驱使的战争中，汗王老了，图尔胡特战士们疲惫了。他们既看不到胜利，也看不到希望。战争对于图尔胡特人成了一种无奈的痛苦和消耗。
烈日下，我第一次看到死亡的沉寂。被炮火摧毁的残垣断树冒着黑烟，随处散布着双方的兵器、军旗以及丢弃的辎重、倒闭的战马，人可相见不久前战斗的苦力。我们默然走过，几乎怕惊动了什么。硝烟中与他相逢。走吧，哥，我看到了红果。哥，这儿有吃的。小伙子，你是俄罗斯人吗？我是蒙古人。年轻的蒙古人，你在干什么？我来这里寻找我父亲和兄弟们，他们在为一个日耳曼女人打仗。你错了，他们是为了俄罗斯而战，为俄罗斯荣誉而战，俄罗斯会记住他们。折断敌人的弯刀，难道这就是你们的祭祀形式吗？不是我的仇恨，我恨那个女人。是这样，你恨那女人？那个女人她其实非常善良。夫人，您是什么人？您到这里做什么？我也是来寻找我的亲人。所有为俄罗斯战斗的人们都是我的兄弟。你是善良仁慈的母亲。给我看看你的手。为什么？你的手受伤了。这是蒙古人最好的止血方式。我妈说草原上的狼就是这么做的。狼？把你的手给我。只是说能够捉住狮子的手，
年轻人，我可不希望成为你的敌人。你呢？我们不会是敌人，对吗？我完全不知道，这个在杀戮后的战场上偶然遭逢的就是俄罗斯女皇。在我眼里，那只是一个柔弱的女人。哥，快走吧。她在寻找自己的亲人吗？为什么脸上却没有泪水？面对遍野的尸体，难道她不觉得恐怖吗？当我注视着他的脸，看到的是一种让人心悸的平静，那后面必定潜藏着无穷的野心。哟，哥，你跟那个女人啰嗦什么？她像是个女巫。不，我在她的眼光中看到了一种不容抗拒的东西。不容抗拒？难道她是女皇吗？怪事。我不知道。我不信，我不信女皇会到这个鬼地方。那个和您说话的人是谁？一个我不曾见过的有意思的年轻人。我们走吧，米莎他们都在等您呢。你看到这景象有什么感觉？眼中充满了迷茫。我希望这一切能早日结束。您想结束战争还不容易，只要您宣布休战不就完了吗？快快拦住那些路，别让他们跑了。快快拦住他们，拦住他们，拦住。将军阁下，请您息怒。这位远纳斯图将军是我们韩王派来的军使，不管他是谁，冲了我的围场都要受到惩罚。将军阁下，远纳斯图将军急报紧急军情，为了救韩王，一时情急，所以他才……你们那位韩王不是刚打下维登堡吗？怎么又求起救兵来了？将军阁下，按照女皇的统一部署，我们的图尔扈特军团攻占维登堡之后，应该立即由您的第四和第五师团接防，结果因为您贻误战机，才使韩王遭受红星月师团的围困。住口！你个乳臭未干的小子，你竟敢来教训我！你们这到底什么时候发兵？韩王和兄弟们危在旦夕呀！哼，好一个没有调教的野马军啊！来人，把他绑了！你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冬爵，嘘。将军阁下，他刚从战场上回来，请原谅他的无礼。您放了他，处罚我好了，我情愿为他接受所有处罚。好，放了他吧。走吧，走啊。那约纳斯托，你走吧，到军营等我，很快会有好消息的。你放心，圣彼得堡一定会还我公正的。快走吧，尊敬的女皇陛下绝不会容忍一头蠢猪在这胡作非为的。你敢侮辱我？我只是提到过一头猪，并没有说那就是您，尊敬的将军阁下。你很好，笑什么？你是谁？齐里申克，你不认识他还不认识我吗？多亏你还没有狂妄到连我都忘记。陛下，你现在已经没有师团了。波将军，你现在和齐里申克去办一下交接，从现在起你是前线指挥官。非常感谢女皇陛下，请吧，我的将军。过来，勇敢的年轻人，
告诉我你是谁。尊敬的女皇陛下，图尔扈特军团参赞世袭台吉策伯克多尔吉向您致敬。策伯克多尔吉好绕口的名字，不过再难记我也会记住你的。策伯克多尔吉非常感谢尊敬的女皇陛下。年轻人，你很会讲话。来，喝点水。快点，你喝了。快快快快快！李都尉，都站好。士兵们，你们的将军被撤职，你们这支师团将由我来接管。俄罗斯的士兵们，你们是俄罗斯的骄傲，为了上帝和女皇，乌拉乌拉。韩王，您该吃药了。我知道，过一会儿我自己喝。策伯克那边有消息吗？嗯，你把巴姆巴尔叫来。是，韩王。巴姆巴尔太极，前线指挥官命令，图尔扈特军团就地集结，休整待命。呸！别理那蠢猪。哎，太极，现在的指挥官是大名鼎鼎的跛将军爵爷。哦，就是那女皇的情人。哎，你可别这么讲，现在女皇陛下本人也到了战场。那就下令停止追击土耳其人。不能去，现在最要紧的是要解救韩和北美好的兄弟们。你们去闹事。我们不闹事，他们就能派救兵吗？土耳其人满山遍野，我们不是去送死的。那怎么能是死？怎么说来说去都离不开一个死字啊。我巴西，你不是随军战士到这干什么来了？我来是要找我的父亲和兄弟，可我看到的竟然是你们这样一群准备去死的人。兄弟们，听我的命令，所有能够用手攀住马鞍的人都跟我上马。走，上马吧，跟着我巴西。走。